子李嘉芬一下车，立刻被大批支持者团团包围。支持者大声欢呼，大喊动算。李嘉芬22号晚间来到台中市大甲区参加立委候选人林嘉欣的造势晚会，现场人潮挤爆。好不容易走到台上，李嘉芬感性致辞，向民众细心喊话。各位拢知影嘉欣是婚姻人啊，伊较早捌甲我讲过，伊讲阿姐，你知影阮兜较早有偌瘦？我是比三级贫户搁较瘦，我细汉点点瘦甲无饭通食。各位，只有艰苦过来囡仔才知影艰苦人是安怎过日子。李嘉芬替林嘉欣站台拉台声势，另外国民党台中红黑派大佬，包括正蓝宫董事长严清标、张清堂、张清照，以及前台中市长胡志强和现任市长卢秀燕等重量级人物，都到场力挺，展现大团结气势。宣战进入倒数，各党大咖聚集台中各区域，替自家候选人站台。李嘉芬用行动支持，努力催选票。记者陈思源、连家庆、王柏英台中采访报道。